大家平安。今仔日吼，咱乡亲啊，大家平安吼。今仔日咱正荣幸啦吼，咱个请到吼雪梨 Double PhD 吴廷光博士。我真正讲真正啦吼，我在世间吼，我拄到两个 Double PhD 的，一个是之前吼，之前吴廷光博士。麻省理工的核子物理博士哦，再加上雪梨的建筑博士哦，这这两间拢阿达达呢，不是嘿呢啊，我另外还有碰到一个哈、哦，是台湾的北一女毕业的，那是宜关枢机主教哈、哦，辅仁大学的董事长宜关枢机主教把他保荐到哈、哦，美国某一个大学读到传播博士，看彭正彭博士赶快呢。然后又回到台湾师大读吼中文系的博士啊，我而且这个我刚才不就这两先 double PhD 啦，我今麦较兄弟，来，咱今麦先请咱吼吴廷光博士，甲咱乡亲问好一下吼 ，OK？ 各位亲爱的乡亲，大家好，我是吴廷光，真感谢大家栽培，恁的长辈就是拢恁的长辈甲我栽培，我真感谢，所以我。真想要为台湾回馈一点啊力量啊！感谢陈博士，你好。你看咱吴廷光博士吼，说话之内都心存感激啦。啊，这个是咱台湾人吼，加啊像吼，像这吼真正是标准的。我拄只咧讲吼，讲我还认识一个哈，师大中文的博士班的啦。啊，他那时候他的指导老师叫做周和啦。我因为哈，这个吴廷光吴博士也是师大物理系毕业。啊，你们师大中文系那时候系主任是不是叫周和？您知道吗？哦，有听过，有听过。周和哈，因为高中弯国中第二届所有的高中课本哈，就是周和来编写的。周和哦，他应该是这样，应该是哈。真出名才对啦，吼！是，嘿，来，咱今仔日吼听到，咱今仔日来听吴廷光吴博士，交省吴正瑞的次公子吴廷光吴博士，来，阿金嘛吼，咱第一话题啦，吼，咱第一话题吼，咱来请吴廷光吴博士吼，是安尼啦，我今仔日吼。看我的LINE裡面很多人傳資料過來，看我的網路上面很多人傳資料過來，說Australia Chinese Times， 喔，那個刊呢，那整個版那個日報整個版都是寫賈博士騙子下台，那整個版，我不知道你有看到沒有，你的感想是怎樣？陳博士當然不是教我看到，我看即摆全世界拢嘛看到，还是伫第一版，微版呢？哦，微版敢若叫讲贾博士下台，叫蔡英文下台。嘿嘿，因为大家对像讲去一个咧啦，要做一个国家的总统，像菲律宾，全世界拢足尊敬的，伊小学嘛读无毕业，但是人有人格。啊，最少伊无共骗，骗讲伊啥物学位都无啥物学位嘛，是当做做足好总统。啊，人就是安尼假，人就反感嘛。哦，安尼你讲蔡英文，就是因为伊去等于讲伪造文书嘛，即应当是有罪啊。哦，啊，我甲大家报告啦吼，既然讲陈博士正乐意要听一寡。即个事实的代志，就是蔡英文女士表面来看起来呢，敢那真温和，但是你知影，即种假的一面啦，真的一面是全部拢假的啦。像讲伊考入迄个考入中山女中，就以前的二女中，当然你是足优秀学校啊，但是。伊是无正当入去啊，伊是靠加分入去。听讲加40%啊，几十%，我是。哦，40%。对对对对，
反正伊加40%，其实也照算，听讲连入的资格也无。你著看伊伫最近无一个演说，敢那伫军事机构的款，伫啊，伊也在想着啥？几波啊，提几波，连一句话讲未出来。这个 IQ 是没有问题，智慧上是没有问题。等我咧讲，这个、我也未当讲做评准，好大家吼，大家去论评，吼，我大家用脚头想嘛，再你判断讲这个人的能力，啊，这个人学历有问题无？啊，讲到学历，你七讲背唔对啊，七讲背漏开啊。假设啦。你若有像我留美啊，留澳洲啊，留日本啊，留德国、留德啊，留加拿大，反正你伫台湾嘛同款，你唔免讲去留学，你伫台湾，你若读过 PhD 了，知影迄 PhD 的过程啊，迄 PhD 的过程安怎讲都唔对啊。伊讲迄个 Michael Elliott 是指导教授，Michael Elliott。只不过是 bachelor's degree， 你学术还有个人，伊啥物资格呢？做教授嘛，无资格做教授，伊哪会当去做指导博士的 supervisor？ 那根本就不可能嘛！可见啊，他因为不但是没有拿到博士，我想他即使博士候选资格，我想都是假的，都没有，连那个资格都没有。伊咧讲的话吼，那是外行噶吼。那根本的，咱伊吼，丁公先辈吼，你看吼，伊咧讲的话，真正我来听起来吼，感觉有够外行哎，真奇怪，他怎么会讲出这种话，好像腾云驾雾一样啊！原来吼，全都是假的，因为讲的东西吼，你讲说 Michael Elliott 他是一个 bachelor 呢，他是学士呢，学士讲句不好听的，你在博士班里面你连当一个。江苏，你都不搞。当博士生的资格都很有问题呀、啊。对呀、啊，他怎么指导博士生？这怎么可能？对呀、啊，所以说哈，我哈就去那个他的那个 LSE 的哈博士论文线上查询系统去查嘛。哎，你有没有听过说了博士？这个人博士哈，没有博士指导老师，还有没有博士考试委员呢？他历届的博士里面的只有他呢，全世界只有他啦。哎，历届前辈，你讲一个人哈，请你讲你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讲给我听。哎，你用卡塔乌修嘛，让谁攻击你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是谁？对不对？对呀、啊，对呀、啊。指导老师甚至说你，就是说你指导老师看到有好的学者，比如说在他本系本校的也可以哦，外来的访问教授也可以，主要说比较行的，而且他觉得说哦，你可以去听听这一位学者哦，他也会叫你去听他的课或者听他的讲演。嗯，这一定要做的嘛？啊，个人我觉得将奇怪来记得是讲伊个博士论文，讲就 Michael Elliott 做一下，我也冇听博士论文两个人做一下。哎、前辈，我来讲这件代志哈，这是一个 process， 在这个 process 过程之中哈，他首先张贴出来呢，他说他的博士论文在这边了，可是我看那个作者哈有两个人呐、啊。一个是他，一个是 Michael Elliott。哎，我一看说哈，我那时候马上就讲出来，就说哎，这博士论文怎么会有两个人的撰写？你如果说哦你是 journal 的话，两个人撰写是没有话讲。可是你这个博士论文怎么是两个人的撰写？我马上就绝对没有，绝博士论文是单挑一个嘛？对，我马上就端出来啊，端出来以后呢？隔天呢，隔不到两天呢，马上就下架，变成下架，只剩下对了。所以我这一路过程，人家一路哈给他吐槽啊，吐槽之后呢，
他一路修正，修正到现在这个哦，这个丑模丑样的嘞。来，前辈你讲，起码是安尼啦。啊，你可不可以哦？因为我今天看的那个哦，他越修越丑了，越修越丑了。就有一个代志就是讲哦，天下的事理呐，真的，应该是真的啦。啊，假的，你安怎那个添油加醋就是假的。比如说，有一个做啥物，也迄个烂姐烂妹，做啥名？施芳荣。哦，施芳荣，听讲也博士啦吼。啊，这人就真奇怪，伫 LSE， 伊伫啊，伫做鬼做怪，伊创一个小机构，啊，伫发表的代志，根本没 LSE 咧发表，讲发表讲蔡英文的博士学位，迄根本就是施芳荣家己迄个机构咧讲的啊，都拢去讲。七公八唔对啊，拢做唔对。我讲你听，人个英国的 LSE 的当局，他们就很清楚的跟你讲哦，我们 LSE 没有什么台湾研究办公室、啊，台湾没有台湾研究室这种编制内的单位呢。啊，他就给你生出这种。施芳荣做的呀。哎呀，就给你生出这种单位出来，什么台湾研究室。台湾研究室主任，这个施芳荣哦，必须闭馆呢。我哈、哦，我上礼拜不是跟大家讲过吗？我莫名其妙去查，竟然给我查到施芳荣在2017年哦，参加维也纳的台湾研究的一个 seminar 里面哦，他当一个 speaker， 问题是他的 speaker 里面的 introduction 哦，说他是。PhD 的 candidate 了，2017年他还 candidate， 然后呢，我哈、哦、再回头到那个 LSE 的博士线上博士论文线上查询系统里面查啊、哦，我用施芳荣查有博士论文，我一查进去呢，竟然是一个临时的博士论文呐、啊，临时要修啊，你好厉害，真的好厉害，你必须要跟那个资讯中心的人熟，只要施芳荣这个哈、哦，这个名字进来查询的话，马上 index 哈、哦，马上 point 到哈、哦，这个路人甲的博士论文，看这有厉害无啦？你来讲哦，施芳荣一查博士论文没有啊，没有 啊，但是有，就一查到临时去了啊。好在、哦、我看得懂英文啊，我说哎，施芳荣是博士啊。啊，他怎么会写 candidate？ 那我就看一下内容。哎，怎么会是临时？作者是临时，因为哦，咱读过博士，什么人诶？一看博士论文，我们一看哦，诶，真侪哈，真侪这个美感哦，咱看哎，用施芳荣查，怎么会查到临时的博士论文？我就觉得奇怪了。啊，这个是我哈、哦，这个施芳荣显然哈、哦，他有通天本领，他想让那些哈、哦。你们这些台湾人英文程度不到的，一查有博士论文哦，啊以为怎么样啊？事实上呢，嚯、哦，这看电脑中心哦，诶 ，pointer 啦，你只要哦，所以讲这个讲起来哦，这个哈、哦，这个满肚子拐了哦啊，这所以讲讲真正有实力的人哦，伊在凭实力嘛，啊，伊就实力嘛，伊就免你带遐的人讲吼。旁门侧道吼，啊，就行咧怪里怪气的路吼，啊，走偏路吼，啊，就可能倒吼，啊，就家己也怎怎发明吼，伊就可能是嘛是用台湾人血汗钱，有一个基金，迄个基金会，伊就为啊摕一寡钱，啊，用台湾血汗钱啊，啊，就做遐什么灵异的代志，嗯，啊，即个我看嘛。吴俊雄嘛，凭这学历也较好。那讲来，我较尊敬吴俊雄先生，啊，苏芳荣，连都我较无尊敬。最少，吴俊雄对文化、哦，对语言，对台湾语言，讲亲热啊。那这苏芳荣是咧创啥？怪里怪气啊！
对啊，这个是哎，施荒龙。那边国旗，国旗是 flag， 这是美国发音 ，flag 是澳洲或者是英国的发音，伊唔是，伊发音做 frog 就是青蛙啊，青蛙同国旗差十万八千里，这哪里来的博士啊？叫死人！啊，所以讲吼，所以讲吼，我这吼，我那代代中文系咧，台大中文系吼，在那我们那时候的遗嘱的大专联考里面的遗嘱算是 top 的呢，可能前三名呢，台大中文系。啊，台湾台大中文系那有可能前三名，嘿那吊车尾啊嘿。我记记得一做啊。台那个遗嘱哈，那时候冠军可能是外文系，外文系遗嘱了、啊，管理学系遗嘱啊，中文系未当 top 啦，无可能，可能是外文系啦，外文系排第一啦。当中文系当然我真尊敬啊，像呢一挂教授我嘛会修的可以旁听的课，反有滴做无用我就那我老康。啊，拄啊有那啲伫附近咧上课，我偷偷去听，叫做许世英哦。你讲那个令人，人讲好个德智啦，真正是足好。所以我唔是讲中文就差啦，但是啊，话讲到同阿兄中文咧，就等于较无遐热络啦吼。所以讲起嘛吼，蔡英文吼，大家咧甲护甲训哦，护甲吼。伊拢从唔爱出来呢，伊拢秘伫内底呢，唔出来呢。啊，干啦吼，即、這个高端的股票吼，一路跌，连两跌，连三跌，他才跑出来吼，帮高端的股票这样差一个呢。夭寿啊，这真正吼，这敢是朴素的气质啊！我其实，这总统诶，这种伟人在做迄个代志，炒股票，这是骗书啊，这骗书啊，啊，而且。听讲迄个高端，用高端的物件，因为人足侪人讲惊嘛，唔敢用，啊，甚至遐少人用，都出遐侪纰漏，你表示讲高端就有问题啊。哦，我无希望讲投资高端的人吼，会大落价啦吼，我也无希望讲，虽然讲恁对唔对啦，啊，显然恁足衰啊，哦，蔡英文小姐带衰对啊。哎，今早了，啊，今麦是安尼啦，因为我较无咧升股票，啊，听说哈，这个高端疫苗哈，被美国哈，美国的那个什么疫苗的护照哈拒绝以外，你就是打了高端疫苗，对不起，到美国不算数，还要重新来，所以说高端疫苗，不是美国，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承认的啦，再打，例如说两剂对吗？你再打二十剂，人家也不让你进去了，不认定嘛。你不要说打二十剂，虽然二十剂打了以后，你以为刀枪不入哦，我跟你讲，人家还是不让你进去，小心生命危险哦。对，现在是打这个疫苗哈，打到哈台湾哦，看那个少年的哈，三十岁、四十岁哦，我那打到拢倒去呢，都回去当先呢。是啊，恐怖呢。是啊，尤其是唔通怕的，就是高端。高端吼、哦。因为高端迄个 CEO， 迄就是本来就是有那经济犯之一嘛，叫做陈什么？哦，陈什么的？那个是经济犯之一嘛？啊，真奇怪，蔡英文说串联的人拢都是较不正当，例如说他举一个例啦，打一个小岔。他从 LSE 读不进去，只好摸着鼻子回去，回台湾。第一个就职的就是一个丢脸的，叫做什么？冯富祥。冯富祥，冯富祥都死两三天了嘛？对对对，就死两三天了嘛。一次贵啊，我嘛来讲真话，这个人就是很不干净嘛。连菲律宾的女佣，她都要性侵，丢脸丢透了啦！
当然给概念听到美工费用的落差了哈，但是这种人格很有问题啊，所以蔡英文真奇怪，伊所交的朋友，即款像冯富祥啦，像头头讲的苏芳龙啦，拢即类人啊。啊，还有啊，怪气啊！高端疫苗这个陈灿坚呐，陈汉坚呐，对，陈灿坚，对，陈灿坚，这个也是经济化呢，伊所交的人。人讲年高峰，年高龄，风高峰，温故搞顿工，怎么来搞这個？对啊，他一上来以后呢，奇怪，应该你是英国回来的博士学者，不是开玩笑的嘞，你交的朋友都是有经过过滤的，可是我看他后面的那几个陈明文，好像从国民党搞得怎么样呢？跳过来的。还有环成国好像也是黑道帮派呢，他教的这类的都是这类的啦，像现在美丽中国的许信良啊，都是这类的人。我就想说奇怪，你一个英国回来的学者应该你所教的人这个都是应该一些学者形态的，像我的朋友你现在给他看戴民雄这次款拢不会是说这个不是泛泛之辈，如果是阿萨布鲁我们就是跟他聊天共事，我们又觉得程度不一样啊，两三个礼拜以后我们就要自动平安崩了，就自动他就是能够跟他一耗了四年八年像现在当了总统五年半越走越密，什么我所以说我的感觉你可以看到他左右临宾的那些朋友，你就可以判断，这个人不像博士呢，怪怪的，怪怪的啦。还有今天那个 Australia Chinese Time 那个整个大阪那个东西现在在美国大西洋城 Atlanta City 亚特兰大市。同时刊出然后呢在美国的 Atlanta City 之外他连续五天要在美国各大城市的地方的那中文报要刊他有讲连续五天的出版没有力道亏了对了对这不是只有 Atlanta 是只有在美国世界各国连欧洲也出来连欧洲各大城市的大报都有出来，所以这是正是杠上开花，这个是这样的。蔡英文使用国家的资源呢，对内对外，大内宣大外宣他的政绩多优秀了，但是民间呢，民间力量的 potential 才是最大了民间大家自然的有人看不惯的就自动两三个人就拿钱出来买下整个版面就这样给你看了。对啊对啊，就黑龙江的钱啊。对啊。看不下啦。对。对，难过不平则鸣嘛。所以说不平。来，咱现在再来讲一下我刚才本地我有准备说金州的事情要讲一下你刚才再说两三聊金州的代志来，我来参考一下，敢好？讲金州啦，金州其实金州做甲成功其实话，人咧讲奇迹，实在是会使算奇迹啦，咱台湾即马有遐好的基础，有遐侪建设，其实嘛是较早招农也会挂钱，因为人咧讲称呼招生。台湾历史上到今仔为止，人王称呼做神的嘛，干嘛？吴金水一个，人讲交神吴振瑞哈，因为难怪啦，因为伊真，这个人真有号召力，伊也真友好。你想讲给大家听就了，知影讲，较早伊有哪捌伫鱼市场做业务科长。因为迄市场，因为伊做业务科长，哇，屏东市也无讲啊，
港是伫东港啊，啊，上附近的大港是高雄港啊，平常时拢无港。结果呢，遐吞吐量吼，当年迄几年的迄个吞吐量，就是讲销售量，是全国台北的中央市场以外，无一个鱼市场的销量平屏东鱼市场较大。啊，你就知影讲吼，讲哦，人咧白鸡，人咧叫伊神，伊去到对啦，做代志就拼命，足认真，啊足清廉。你啊想讲，讲伊替台湾赚遐侪钱，一年，伊咧算做半世纪以上啊，七十年前啊，哦六七十年前，超七十年前，六七十年前，就反正半世纪以上了吼。1960年，今朝。伊就是因为今朝出口量啊，40万人，一人，卡40块的新台币呢。你看，这招人会死未死啊？干生活有够艰苦个。伊去比一两年尔，今朝哇，变一人变100几块，变200几块，我这第三年就变7块美金啦。对对，你要用美金算。本地一块的美金，我头先跟你讲的是新台币呢。台币，我迄阵的汇率是1:48啦，啊，1块钱美金。啊，你啊想讲，一人今朝40块，就无够美金1块钱呢。啊，我只说去做呢，变7块钱一人，七块美金，你看几十倍，啊，数量升起来，拄啊160几倍啦。袂过人叫神啦！你想讲一个人去主持一个代志，啊，政府不但无咧帮助，搁咧阻碍，啊，搁重重卡油，吼，啊，什么闹军啊，创啥啦，吼？闹军捐，闹军捐，啥物都有，吼，啊，像即卖所谓什么孙立先纪念馆在台北忠孝东路，吼。啊，甲超山诶，讲是阳明山中山楼，迄种嘛招人，迄有亏寡钱。啊，招人上贡献，当然贡献功劳是招人甲我主席，所以我真水。诶，即马吼，即马是安尼咧，我伫咧想一个问题啦。像即马台湾吼，外销诶往来啊是失客，即马是失客。看染污哈，染污迄个头哈，有一些那个毛毛的哈，还有莲雾，还有那个石卡哈，每个石卡的那个沟槽哦，迄粒石卡内底有很多沟槽哦，会有很多的什么虫啊。可是我在想哈，我即使把香蕉换在我们家任何一个地方啊，它没有多久就会有果蝇来呢。这种情形哈。在外销的情形上，你如果要完全阻绝的话，哈，像我今天你交审吴正瑞哦，您斗上哈，其实那边也有这种情形呢。可是哦，那么那么去看鬼啊？有啦，那是足认真去处理啦。哦，足认真处理。讲往来，阮老伙仔人叫伊说，是金州王嘛，往来王就是本人啦。在下必人我。在下必人。较早上好，人讲肉啥往来吼，拢是伫关庙嘛，大同的关庙。关庙。有影代志嘛？阮大人。咱只听上老听到，你若关庙人就知嘛。较早关庙往来，每年拢都是我包去。拢你包去？拢我包。你拢包对哪去啊？我就是出去日本嘛。小去日本，哎，小去日本，所以阮爸爸以前咧做金州王的时候，我是咧做王来王。你做王来王，哎，所以坐船啊，坐飞机啊，当然是迄款闹法当坐飞机啦。哦，坐船，拢嘛坐船，拢嘛坐船。爱寻检疫的问题有没有问题啊？检疫问题，你家己要认真啦。所以迄阵的检疫是安怎？迄款讲做白白，迄个做孤行啦，单位做孤行啦。我对金州吼，因为我是招新的囝，我最少嘛，足认真过啊。
我家己嘛种过足侪金蕉啊，所以金蕉卡个旁我拢一清二楚啦。哦，迄个菇形哦，在头，啊在头壳，连一只都无啦，还白色个呢，白色。哦，迄毋是干那起码有古早的有，迄款物件一定有嘛。哦，人讲有虫害，有虫害啊，虫当然有，益虫有害虫。迄个海棠的一种啊，它一款日本人捉起去个，因为传染到日本的鸽笼生产的物件，所以因较早就真起去啊，足严格的执行。哇，你拢有做处理哦？哦，迄个做处理，唔是有做处理，还足认真处理，拢要足认真处理，迄种古早足认真处理。哦，啊，即落咧处理的过程，你阵你该咱讲一点啊学问。迄阵咧，迄阵咧处理的话，就是安尼，金蕉啊，同款，往来同款。迄阵有一种叫做 fresher 迄种算做讲吼化学用品啦、啊、哈。嗯。它不但可以消除，伊个。迄款迄个 chemical， 你啊做多啊，就是水桶啊，适当分量，不但会使乎金蕉吼保鲜，啊，会使乎往来较袂烂，而且过遐个菇形就清除掉，所以拢爱经过即个程序啦。所以较早每个，我讲做检验场啦。检验场吼，你想讲这个五子线吼，啥人叫造型吼？你甲想啦，干那伫迄个屏东县、高雄县、台南县吼，都300几个场啦。你想300几个场呢？啊，场的建筑物即卖哪地的？你唔信？你其实看，你看你感觉叹为观止。迄个所在，迄个场所拢差不多空旷，甲超七角地呢。嗯嗯，你想讲，安尼大概有300-400家的地，啊，去起遐、那個，起遐迄个，我讲个做检验场。对，啊，检验场拢真认真咧起，起码啊，足侪地个啊。哦，台湾足侪风台，但都安尼袂倒哩。啊，你就知影讲，较早人咧做代志，哦，即个吴主席。这就是你做代志，话认真，话贴定金，哎，爱定金，足定金，足定金。日本人就讲定金啦，做代志，日本人做代志就定金的啦。对。日本精神啦。对。啊，伊吼，检验场迄阵吼，才可能往来啊，含这个金蕉拢有经过检验场内底啊，可能有泡过某一种 chemical 的药水。对。啊，把迄、那个你讲迄个菇形，咱要来下。下什么叫菇形？菇形吼，果蝇哦，菇就是菇啦，其他菇的菇吼。龟形就是咱咧讲形的形啦、啊，形名的形啦、啊。安尼有龟神哦？对，迄是单位啦，单位啦。啊，学名哦，它可能是一种甲虫啊。学名叫做。迄阵有两种虫害，一种叫橡皮虫，一种叫菇形。哦，橡皮虫。嘿，橡皮虫这吼，这厉害到讲吼，金蕉，大家知影金蕉吼，无虫害啦，干啦，菇形甲橡皮虫。啊，橡皮虫真厉害呢，像大家知影嘛，金蕉食，你像金蕉虫吼，伊个金蕉壳，你啊。化的是有疾病，你若去黏到你的衫，你的衫就变褐色，足厉害哦！我讲你听哦，嘿，我看恁桌上下一本册内底啊，迄个相片吼，讲个穿的衫哦，大概拢有迄个金蕉疾，啊，全部吼、哦，小林兄哥啊，伊他拍的那几张相片，提供出来的相片，拢是吼、哦，这个吴廷芳。的相片，啊，他们穿着那些工作服，
然后呢，工作服上面都被那个香蕉的汁哈，不对，染脏了，染污了，染脏那是洗不掉的，你怎么洗不掉的？不掉，哎，洗不掉，哦、你漂白也漂白不掉，哎，哎，你讲，是的，是我讲哈，所以讲我像平常的厉害就是讲，迄根蕉汁等于毒汁嘛，伊唔惊，伊种入去。金蕉壳内底，啊咧浸，就被它撑掉，啊咧倒去，啊就袂出金蕉。所以青皮糖是足厉害，所以较早咧防范青皮糖哦，我之前嘛用足大批的，啊我当全部把它消灭掉，那是很不简单的。话说回来，就是很多很多的蛟龙代表、理事。还有各地的理事主席，说到这一点，我要打一个小岔，例如说，台中虾有一个，Hello， 啊，你有听到吗？哈，哎，有，啊，等，同像讲台中虾有老家修先生。哦，伊是台中社啊，较早阮爸爸有一个各地方拢有较大的迄个阻力啦，一个姓姚，迄读字姚还是姚？十字旁，姚十字旁，哎，十加姚，姚。对对对对，姚，姚，对对。饶我一命，你得饶。对对，一个叫饶腾林先生，直接。真配合这个九成五之识，因为吼，伊拢叫伊爱特别提供一挂直接的金蕉。像我在甲你讲这个秘诀啊，直接吼是伫咱要去日月潭的中岛嘛。集集，我知道。集集单位是直接的。啊呀，啊真侪客人，啊真侪河洛人，爱知影五之识得到。客庄的支持哦，那是真正为阮阿公时代客人也是先对阮五工哦，足帮忙啦。啊，这个饶腾林，腾就是腾云驾雾腾哈，啊，林就是麒麟的林，嗯，这个饶腾林就是。姚天林先生咧吼，阮爸爸足配合的，伊拢提供阮爸爸一寡金蕉吼，爱当去日本去各地方互人试食。啊，你知影吼，直接的特点伫倒呢？伊金蕉种是跟咱普通的种差不多啦，但是气候甲遐地震吼，你知影讲水果呐，足急生产的大量的。就袂好食，尤其像金蕉，金蕉直接吼，因为温度无悬，啊，都要当生长，啊，特别 Q， 佮特别香，佮特别甜啦，哎，甜味很特别，很棒。啊，这饶理事哈，台中社，伊佮一个做刘家修老家修生，正帮忙阮爸爸。那么提供直接的迄个金蕉，俺日本当然大食起来哦，哇，特别好食。哦，你讲直接的金蕉吼，特别好食。对，安尼啊。起码，互大家全国的人知影，上好食的金蕉是伫直接。哦，安尼哦。哎、集集那边有一个小火车啦，从那个田中吼、田中里坠，安尼就是开那边到集集的。对。啊，这个集集哈、哦，你看坐那小火车，你会经过哈、哦，都可以看得到香蕉园呢。对，嘿，都可以看到。台湾的金蕉特质，当然金蕉哈、哦，像大青山的所在，实在是屏东啦。嗯，但是像集中的是伫基山。哎，基山金蕉以外，迄当时啥物都无种，就干啦集中种金蕉啦。基山米龙遐拢种金蕉，哎，拢干种金蕉啦吼。啊，上好食，其实拢唔是食所在啦，还是生产量大。上好食是直接，
有一集哦。哎，我以前吼，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候吼，捌去过岐山呐。哎，岐山足山内呢。我以前我的感觉吼，哦，因为阮阿静吼，捌伫岐山吼，改成台南师范毕业以后去岐山做老师啦。伫岐山，可能岐山国校做老师啊，安那吼，啊，我捌去过岐山，我细汉的时候，我会记得我去过岐山，哇，这有够山内啦。啊，以前哦，可能哦，进出那时候小火车跟高雄市之间有没有在接送小孩子上学啊？是，有吗？接送无啦，迄阵接送足少人接送的啦。我还记得岐山那时候有小火车啊，有小火车，学生那有法度人家长因大拢无闲甲，啊，学生大拢嘛足独立的，那有甲爸母去咧送的，足少的啦，足少的啦，嗯。啊！那就讲，像我个打一个岔的，是讲吼，是讲岐山吼，岐山吼是一个超真特别啊，起来所在吼，都人咧讲啊。你若去岐山，你后抓你去注意看，岐山的山吼，逐岐山都拢足尖，尖正奇，哎，好，所以遐人真强悍。强悍的意思是讲吼，要算计，你要我拼，我安那要拼。哦，安尼。哦，有迄个个性啦。但是吼，像阮爸这人在乡下，真地灵听。对因啦，我主席绝对百分之百帮忙。我有那一个铁器吼，可能因后代听到，就是瓜公树先生，就是桂彩辉先生，啊，一个是陈福文先生，因这拢无共派系呢，但是吼，大家拢足帮忙，足帮忙阮老伙仔啊，足帮忙这个就行。所以人来讲奇怪的，过去岐山都无遐会济，啊，出现一个吴金水吼。大家拢清一色，甲你支持，所以大家拢总误解，甚至误解到我们是岐山人，其实不是，岐山是真疼叹阮的一个所在，但是阮不是岐山人。岐山人，岐山人嘛，足支持。岐山吼，你像恁多少吼？彼时阵平常是拢住伫岐山，还是住伫头前溪啊？住头前溪啊。哦，你以前你逐日拢住伫头前溪啊？逐工拢住头前溪啊！以前若要去岐山，偌路真远呢。对啦，阮爸爸有一只车啦，开车了。啊，有一只车，伊有一只车。阮爸爸迄个人的，人那大长嘛。哦，一八几咧吼、哦嗯。所以有那一只大只车啦，啊，就美国的大只车。哦，啊，美国就像。卡迪拉克啊，加勒士拢做名呀，伊拢爱坐迄个美国大只车。啊，那我下面无讲，我真年轻，都那真幸运啦，家己要趁钱，我连汽车嘛捌，用阮爸爸妈妈钱买，我连汽车嘛改买，我开欧洲车。我即马咧想吼，迄时阵啊，对头前溪啊吼，要去岐山边啊走啊，头前溪就走去九如里港。啊！你港有一条桥，哦，啊，且为你港经过土库，这我拢记较足清楚啦，吼、哦。啊，土库才去迄、那、条、個，去到岐山藤青附近，啊，才入岐山，哦，啊，下当你经过高州，啊，经过美浓，啊，去岐山，但是因高州去美浓是。我爸爸去巡金州啦，吼，因为伊喺各地，我爸足认真嘞呢。伊若无伫日本咧开会吼，啊去伫卖金州以外吼，伊伫合作社拢足认真，难免咧伫合作社开理干事会、代表大会，就是拢四季去 promote。
要顺金蕉，顺金蕉，啊，鼓励人爱来种金蕉，所以呢，田落肥了了，干来来种金蕉啊。嘿嘿，哦，好，迄时吼，我因为吼，我因为即摆路足发达啦，路足发达啦，我即摆就伫遐来想吼，欸，这个六号。24680快速道路了，那是阿扁啊，伊去这24680哈，诶，横向快速道路哈，会当直接弄入去到岐山啦，会当有在条弄入去到岐山啦。啊，我即摆就伫咧想吼，诶，奇怪，你对头前溪啊吼，要入去岐山吼，改成迄阵敢若新公路咧走呢？有两条路通走，我甲你报过啦吼。咱会当吼，为高雄市，高雄市个做车驶驶到。再到遮阳较偏东边这边哦，唔西边哦，偏东边这边有一个合作啥呢？即嘛是十号快速道路啦。哦，南子，你捌听南子无？南马溪。南马溪啊，南马溪。为南马溪挖入去，啊挖入去，正去迄个基隆吼，去溪州，经过溪州，经过基隆。啊！即岐山啊，过只透一个鼻龙，即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啊，因为即达位拢是正经，就说阮爸爸那里去，拢两条路通行，一条是拄只甲你报告的，另外一条就是为屏东经过九如哦，经过九如是的，经过九如啊，才去里港啊，经过里港溪，超过里港溪啊，才经过土库啊，才。去到达迄个岐山糖厂啊，才入去。哦，你拄仔讲的第一条吼、哦，我较早捌去对呢，捌去火关山啦。我高中的时候捌去火关山啦。火关山。哦，去火关山哦，落来去南马溪。对。坐火车到南马溪车头落车，啊，换迄个绿色、浅绿色的吼、哦，高雄客运。啊！你比较吼火关山啦，啊，迄台车继续去往岐山走啦。所以讲，对，啊，即卖交通系统是足发达啦，即卖是吼，即卖是，我感觉岐山吼，那我感觉吼，即草地所在吼，上界水嘅风景，迄啥啦呢？双线道，然后呢，两边都种着芒果树，而且那个芒果树吼。整个树荫都把路遮到，嚯、哦，这起来有够水的啦！有影。啊，骑脚踏车吼、哦，对台南市区吼、哦，啊一路吼、哦，倒去阮永康盐行三坎店吼、哦，迄阵新光路边啊吼，拢有迄个绿色的那个汽油管呢，汽油啦，迄、欸那个空分的汽油管啦。在，输油管。哦，对，输油管啦。哇！安尼一路骑，一路骑，对台南市区哦，啊，一直骑，骑到到盐行，盐行佫骑入去到三甘店，啊，边啊路边哦，拢是迄落汽油罐，汽油罐啊，输油绿色的那个军用的绿色的汽油罐，这讲起来是拢是较早五十当前的故事啊，哈。是。哦，啊，以前哦，想起来真正，你不能讲那次故事，值得回忆啦，真的。欸哦，迄阵真正吼，啊，有当时啊，我骑脚踏车骑到吼，六甲顶啊，去过遐吼，阮台南啦，啊遐拢有咧卖冰啦，啊，阮拢落去吼，食一个即个啥物啊，粿啊，咱台湾人讲叫做粿，毋是，就是种粿啊，毋是，黄色个粿，米苔包，哎、欸、对，米苔包我也有啦，台湾话我是足精个啦，米苔包，米台北，米台北吼，迄阵拢吼，串冰米台北，啊用汤水，用汤粿，对无？是。啊，但是吼，来台北以后吼，你看人个食米台北吼，会食咸的呢。食跟咱，啊有那烧的，对。嘿，当作米来食，啊当作米食，因为米台北吼是用米磨的嘛，是，啊一条条落来嘛。是。嗯。这想想的吼，起码。即马伫台北吼，因为我即马伫台北吼，米台北拢食咸的，跟咱食面安尼同款啦。你要食一碗面，还是要食一碗米台北？啊，米台北是食咸的啦。是。啊，咱若拢伫南部吼，米台北是食甜的，
啊，透这个汤水吼。是。哦，哎、欸，我这边吼去岐山吼，我就感觉吼，哦，哎，岐山，哎、欸，这个城市吼，因为岐山吼，够一个神社。是。在山、哦、在山顶，哎、欸。伊山顶嘛，啊！伊山脚落来，才改成有一个这个日本的武德馆。对，哦，武德馆是九岛的。对，哦，这建设吼，有起码先新华，新华有那一个武德馆。是，哎，内底拢是咧下流道的啦。是九岛。比起来哦，比起来，日本是对台湾凭中国人建设，啊，中国人敢若毁坏，嗯。这个就是修行。哎，对，我有看。哎，林道上哦。对。哎，啊，这林道上下一张，一本册内底吼，啊，相片拢恁吴廷芳的，恁遐个的呢？是啦，因为较早我迄时我提供给林春梅啊，我提供给林春梅，因为我对阮哥哥的尊敬吼。哎。哦，爱在尊重伊嘛，哈。嗯、欸，我家己我就无用我的出去。我看了这相片，拢大部分拢是摕恁遐个恁吴廷芳的相片咧。对，那是我提供的。哎、欸，迄时阵吼，可能吼咧做事的时候，可能用咧变形机了。吴廷芳可能拢叫变形机。是啦，是啦。哦，迄时阵拢可能咧到处。黄金嘛，哎，金少那像黄金。哦，迄时阵金少趁钱啊，迄时阵。是。哎、欸。大概迄时阵哦，我迄时阵吼，我会记得金龙扫棒啦，金龙扫棒的时吼，这个啥？岐山国校，岐山国校有哪出一个国手啦？这个法师道，这个法师道，我形容说叫会出人名啦，因为迄时阵哦，伫金龙扫棒队来，这个金龙扫棒队来，巨人队啊，七虎队怕输啊，巨人队。内底有一个我那岐山国校的，嗯，啊，讲哦，你头前徛的人，你都无去读迄个岐山国，哎、欸，啊，但是我对岐山吼，我入去岐山看迄岐山的老街啦，啊，佫交吼岐山车头边啊迄个仓库，是，我想迄个仓库吼，可能是咧做金蕉的，你所讲的这个吼，检验厂，金蕉厂，或者金蕉厂，啊，迄里面内底迄仓库有够大呢，是，那用。今用过去眼光来看哦，可能是足大啦。啊，迄那个码头啦，专那个，迄阵火车机我到遮来了，火车机我到遮来。是，较袂靠向，较袂迄个，较袂震动。我想吼，迄阵的火车吼，可能上盖香蕉王国新闻史，哎、欸，这本我就无呢，你寄来这两本吼。哎，林春梅，哎，这完完全全是我的口述啦。哎，啊，我先吼，我去这落岐山吼，岐山车头，即马岐山车头吼，要入去参观吼，该先爱买票呢。我感，哎，我哎，该先有买，对，火车头，嗯，因为我第一遍去岐山的时候，我错一个啊，要爱买票，对，无唔对，啊，岐山头。车头头前阁有一条老街啦，啊老街安尼，听讲迄时阵吼，做金蕉的蕉农拍哩吼，遐开正侪地点啊嘞，地点啊，酒家啊，足济啊，酒家地点啊，啊但是吼，现在那边比较没有高楼大厦，那边都比较平房啦。对，啊你有想来基站？我拄着会去啊，因为我遐有那足好朋友啊。安尼哦。因为我真感谢岐山人对阮五届支持啊，米龙嘛同款。哎，在米龙有一个著名的人，最爱值得一提的，他叫做什么呢？邱库伦金。嗯嗯。伦就是咱讲蚯蚓，你的蚯啦。哎，对，蚯蚓的蚯哈，啊嫩嫩就是说，很滑润的润，差点水无。啊、就是门澳来对我在秋润银哦银，金银铜铁的银，秋润银。对，伊是日本，好像日本
日本的艺术大学毕业的，还是东大毕业的，叫学院的人，啊，有那足好足好运动，伊是算作美容，想足支持就是的一个大手啦。那他是客家，就是他喊起的嘛，他美容就是他在长起。非常非常支持，所以我嘛有去看伊旧的厝啊。我想讲伊旧的厝吼，coronavirus 病情了，啊，想讲要接应家属啊，啊，看伊迄个所在当整顿起来之后，然后较早博物馆、美容的一个纪念馆。哎、欸，我去美容哦，我感觉吼、哦。美容迄落，因为美容大部分拢客装啦，是。啊，美容迄落客装吼，迄达景达景吼，拢有点像四合院、三合院安尼哦，真水呢。真水，哎，足清气的。客人客家人有一个特点哦，真清气性。哎、欸，那种岐山吼，可能拢河洛人，但是美容呢，拢客人。拢客人，对。安尼无唔对嘛吼？就对，对，无唔对嘛。对，迄个是客人、河洛人，无论客人还是无论河洛人，拢足支持，所以今朝毋知做甲要怎样。哎、欸、哎，迄时阵吼，我也记，我即摆阁想起来吼，我去岐山的时候吼，我伫遐想哦，请问遐有加油站吗？我问讲，哎、欸，请问美容安那行？美容安那行？我一问一下尔，哎、欸，出一个水到美容啊啦。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反正个路很大啦。对呀、啊，好像岐山跟美容之间差不到两三公里。对，差不多。哎、欸，我呢，我想吼，既然来到岐山了，啊，听说岐山旁边有一个美容，我们也应该去美容看一下。看看，哎。啊，结果吼，我就找不到美容吼，我就突然吼，我那时候也没想到定位了，我只想说完美了，哎、欸，这边有一个路标完美容，啊，我总找一下加起来以为个出来吼，哎、欸，请问美容在哪里？啊，这边就是美容啊，前面就是美容啊。哎、欸，我不晓得讲遐近呐。OK， 啊，原来后抓后抓，甲你打一个小岔吼。哎、欸，后抓你那个美容哦，搁再行几公里啊呢？那时候迄个感觉到三四公里啊呢哦，就去到高雄啦。哦，高雄。哎、欸，高雄哦，我有一个足好朋友，是姓李，哦，迄人。别人我真钦佩，因两个兄弟我拢真钦佩。是李春辉，你会当去伊个农场甲看一下。嗯嗯，伊农场，农场哦，做甲足水个农场。哦，高丘哦，哎，伫高丘，高丘爱厝嘛，起个足水，厝嘛起个足水。我也感觉吼，住得去啦，住得去。哎，我特地吼到美浓，我特地从岐山，因为岐山的老街给我的感觉，哎、欸，这个好像别有一番吼。一番就是以前相当有格局的啦。我伫岐山，我感觉相当有格局，因为我对岐山吼，我甲车停伫即、這个，伫即个神社的山卡，就伫客我伫遮即个武道馆即搭遮吼，哦，九道的武道馆吼，头前遮路边停咧，停咧我就坐队吼，飞下楼去，我安尼去遐内底吼，安尼坐一下，哦，我感觉哎、欸，此趟不虚此行啦、啊，欸这岐山的老街吼、哦，哎，未歹呢。啊，这神社吼、哦，颇有规模了。显然哦，在过去吼、哦，现在可能是没落，但是在以前曾经吼、哦，不同凡响。哎，不同凡响。哎，金朝以前哦，金朝年代吼、哦，这附近拢住大好野人，我讲你听。Exactly， exactly。哦，一只处理哈。啊，对，迄个有一个围墙足宽，你也早注意到。迄、那个神社外靠有一个围墙足大。我是觉得哈，你是说围墙？超四百公尺的，四百围墙，超强，四百公尺操场还大。哎、欸，那是岐山高农还是什么东西的吧？不是，就是那个神社那个地方哦。我今麦开始打一个小岔，就是讲哦，我爸阿伟回来，阿的这个林纯美小女士加林峰喜。立委哦，林隆喜，红湾人啊，对，林隆喜，农民运动的代，干嘛靠在就好？哎、欸，这人哦，
博士级的啦。哎，伊这伊客人嘛，我知。客人博士级，伊 IQ 哦，比博士较悬。哦，伊吼，伊吼，咧测测即马民进党的心跳流是测啊砍死的，我来讲。是，伊咧测国民党嘛，会砍死。哦，测国民党啊，砍死。然后伊叫正义感啦，这人，这人就是吼，都唔干啦，无钱，佮个咧贴钱样啦，会听你的人，这人哦，特别交朋友啦。这个人就迄阵，阮爸爸会转来，啊，想讲要甲温亮个气候，哦，啊，就为北部，哦，阮那为倒呢，为迄个台北个燕山边啊，燕山边有一个剑潭，剑潭庙创一大场，哦，这吴振瑞冤案聪明会，哎，阵蒋经国阿弟嘛，未使集会嘛，啊，你家好叫小，你好叫小哦，你对啊，我著甲出一个名叫说明会，哦，迄人哦，几万人啦，踏踏甜啦，哦，啊，佮较去佮去较中部。这拢嘛伊支持的，哦，拢有林鸿喜哦，拢林鸿喜啊，所以这人足勇敢的人，哦，啊，就搁在在南部，哦，来南部嘛，人听讲伫屏东唔捌遐大集会啦，嘛是五六万人呢，你想五六万人偌大，伫内埔啊，哦，迄场嘛做啊足大，啊，迄阵都有那几个人，那前来支持啦，前来帮忙啦，像黄信介啦，吼，啊，像黄信介，吼，啊，甲李建豪、大爹啦，哎，对啊，甲有名的朱高正，哦，低科精啊，哦，低科精啊，迄阵是大甲变变叫，咱无七冠军担当呢。好啦，恁小啦，大强爱听讲话，哎，啊，我呢安尼一直演出来，阮爸爸阿未等下到台湾哦，大都一直想讲。来请伊回来，哦，回来大轰动啊！规个高速公路塌掉嘞，真正哦，超感谢遮啦。以前，你的意思是讲吼，以前吴正水吼，啊，伫1980的时三时，这个高速公路起起来是1976，对，1976的时候附近吼。啊无啦，较晚啦。1977、1978咯。对。因为我会记阵吼，高速公路吼，伫我军校年的时候吼，是1977啦。1977，改成迄时阵全线通车啦。哦，啊，你讲迄时阵高速公路安尼啦？是啊。啊，时阵吴正水还佫伫个嘛？对啊，迄阵伫后日本还袂当嘞。哦啊！对日本，阮就开始啦。啊，对日本就来讲哦，啊，就林鸿喜伫迄个剑潭，那个做一场，对。啊，了倒来屏东，无，伫台中就讲那个做啦，去台中，丰原做一场，丰原啦，台中啦，吼，啊，旗山啦，屏东、内埔拢做说明会。说明会对，迄阵因为咧赶时间嘛，OK， 迄个赶时间咯，我迄阵哦，蒋介石也是对我也袂歹，虽然讲我常常咧啊，伫甲吵伫甲骂吼，伊对我虽然是袂歹，因为伊想要利用我吼，啊，犹阁有一个情啦吼，所以这个人有哪有个点啦，爱着因阵我带车转来啦。啊！我带车等，带两只，一只准备我家己的啦，一只准备我阮爸爸的，一只是劳斯莱斯啦。啊，台湾第一只劳斯莱斯的，我真靠后面。哦。但是我为澳洲，当然为只买去的，当然是方向盘是伫算做伫正边嘛。哦。您的方向盘伫倒边啦，我的方向盘伫正边。我这英国是嘞。对，英国是有较特准。哦，我那赶时间，因为迄天伫台北开迄个说明会了哦，
得个赶去到屏东的内埔要开说明会嘛。我的飙车啊，还有迄个警察甲炸落来，讲你那飙车飙啊紧，啊你那当准你方向盘，他们讲你问蒋经国啊，你听蒋经国，伊讲哦，啊你唔啥物人？我对啊，我你那知？伊讲哦，大汉界啊，我有可能我那拼落去看哦，因为为台中拼落去到屏东尾看，所以迄阵。那这个就成功，这点我就感谢，就是感谢迄林凤喜甲林春梅。迄阵呢，这林春梅是林凤喜的查某囝俩，唔是，因两个夫妇。哦，夫妻啊。迄阵了是朋友俩，啊，大家因为这个代志啊，大家都靠交往嘛，然后共同话题嘛，到尾变夫妻啊。安尼哦，这个林凤喜哦，伫农民运动内底吼，真出名。对，还有另外一个人，我那值得一提，冯青春老师。冯青春也知不听过不？这人学养很好，屏东师范毕业，屏东师范毕业啊，很有学养，文笔也很好，写字也写得很好。这冯青春，青咱讲青春，但是伊个青是迄、那个，是迄个清白清的哈。嗯春天的春，冯青春先生，冯青春老师，一个做农盟的主席，一个做副主席啊，就是伊甲林凤喜啊。哦，安尼哦，你去台顶的也卖贵了，对啦。对，卖口才也较好。伫我迄阵读军校迄阵吼，他的1980年左右前后那年代吼。迄阵党外运动弄啊，变变叫呢？动啊，运动啊！嘿，这人唔惊死个啊！你拍死也无退。迄农民运动吼，伫台北市吼，迄阵用水灵车吼，安尼灌到吼，弄啊出名呢。对。迄阵是真正写嘞，迄阵吼伫迄个动画时代吼，真正变名，值得佩服啦。迄用水个抢，真正可能出名呢。所以讲。即、这个林凤喜，我会记真吼，弄即个农民运动，弄啊吼，对啊，弄啊出名啊！我迄阵是无，我知影你弄农民运动啊，因为我迄阵军校生无方便，吼、哦、无方便。哦，但是我知影吼，因弄农民运动哦，变啊变变叫吼，真出名。即、这个林凤喜就出名，对，足出名吼。伊出名吼，有两个背后足大助力，一个就是。林春梅，一个就是冯青春老师。哦，文笔吼，拢足好，因两个文笔拢足好。哇，你讲这个冯，这个林春梅，就是林凤喜的太太啦。对。哦，因阿爸母拢会强的对啦。会强的口才好啊，尤其是林春梅，捌做个《中国时报》的编辑嘞。哦，安尼哦。但是就是真乖。因这些人都对国民党印象都足歹，阮爸还袂回来以前吼，人来感觉足奇怪，讲奇怪伫咱遐报啊，拢报五知识的好，啊在报你国顶的贪官污吏，啊对国顶的贪官污吏，你国顶我袂晓过啦，因为我教迄个做啥，做什么课？周一课。哦，周一课，我甲伊讲，哦吼，哦。伊咧甲我讲迄个，讲李国鼎有无同个意见啦、啊？相反的意见，哦，那个贪官污吏啊，哎呦，叫安个报出来，是头版那报出来。哦，李国鼎随便甲写，讲你要阿过，我讲你阿过啊，我足欢迎，我就是，是袂当你甲过，你会使阿那拉拉草，伊就结果都唔敢，乖乖，使阿康愈老愈少。对。来，前辈，我讲咱今麦已经讲一点钟十分钟啊，吼，来，啊你个你吼，这只三分的个，咱今日所在拢讲迄个金蕉，迄个啥米龙啊，迄个移山的故事。你嘛，在我上天，在我听个吹笑目笑啦。安尼哦，来历史嘛，嘿，这三分钟，三分钟，和你做一个结论呢。真感谢有机会看咱的有实力的占卜师哈。要叫好用的博士，
我诶，正钦佩人，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哦，大家见面，啊，会当跟这些教学用的詹博士会当讨论一寡过去台湾实在历史，这种实在历史了，哈，正希望咱台湾对 coronavirus 较认真嘞，哦，这啊，搁再甲恁定一句，一个高端千万莫做。那无想要死的人，千万莫做。啊，你若要死，你应当别论。啊，若要死嘛，较方，较看我方法，卖去住迄个遐艰苦的社，啊，死了艰苦。所以表示讲哦，我跟你讲，讲不要碰高端，碰高端就是死得非常非常极端，你就不要碰哦。啊，台湾要够足济。足好的前途，足好的机会，能够发挥咱台湾人上底高的代志，就趁钱。趁钱这边唔免我讲，你咱台湾足高，但是台湾上亏欠的是咱家己有一个国家，不应当什么中华民国台湾还是台湾中华民国，这下世前的开卡槽囡仔的踹门，才会讲迄个话，因为记录好的人。就是无廉耻心，啊！你若廉耻心啊，你奈得乎外来族群来甲你管，而且甲你清算的一个人二二八，就是中华民国，咱来趁早就把它尽量早的把它毁灭，然后成立一个台湾国。哦，感谢啊！希望詹博士呢来做努力。好来，啊！我要做结论啦哦。哦，我一分钟哦。哎，以我的看法啦哦。什么哦？即卖台湾要参加什么 CPTPP 哦？啊，佮要用什么台澎金马关税贸易什么小的片诶，我听了就袂爽诶。啊，台湾遮尔简单诶两句话两字，台湾你要用台湾的名义参加，敢讲台湾的名义哦，遮尔歹听啊？啊，恁中国人是有够可恶呢？啊，阮台湾就是台湾啦。啊，讲到台湾，恁就头壳疼哦，恁就椅仔坐袂调。我的看法吼，哦，台湾就是台湾，甚至吼，咱会当用福摩萨。你若讲吼，南名歹好，啊，无用福摩萨，咱也无意见，啊，无用吼，用反正用台湾啦。咱要参加 CPTPP， 吼，咱要参加吼。当初要参加 WTO 派出的问题，啊，你咧台湾这两年啊，甲扛落就好啊。啊，你咧无台无钱，又什么台澎金马关税贸易什么，我要求啊，真正听拢听袂落啦。好，安尼咱今仔日吼，其实啊，佮大个很重要的差，其实金门马祖还给中国人嘛，然后你中国人你就回你中国嘛，啊。即、这个开卡槽囡仔的蔡家的人，若感觉讲在台湾嫌歹，你有来中国嘛？我无欢迎你。你看你的，看你的防护墙同款，你拢转去中国。啊，当然防护墙这个更小的，什么侵犯了菲律宾的女佣的防护墙已经死去啊，但是我嘛爱要讲伊是足差的一个男人，哈。我爱讲吼，前辈，我袂去唱一下话吼。我讲吼，我是无这个总统名嘞。你若让我选到总统吼，你要杀你种啊中华民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所有五院所有行政官员，全部啊搬去金门妈祖，全部搬去金门妈祖。来，要谈的咱来讲。啊，台湾吼，留我这个副总统吼，副总统叫什么人啊？叫彭文正去处理啊。是讲咱无即个总统名，我若真正让我做做，让恁爸做个总统，恁爸总啊，甲中华民国全部军卡拢啊传去金门马祖，哦，啊，我们要来谈，要和谈，要和平协议，和平协议我同意。啊，如果讲台湾哦，要甲和平协议，我是无法当接受啦，因为谈和平条约是国与国的谈判，和平协议是哈一国之内东区跟西区的协议啦。哦，好，咱今仔日哦，等于自己送给人家。对，安尼咱今仔日哦，先到这哦。OK， 啊，感恩乡亲，谢谢你 goodbye。
保重，保重，大家保重，好，好 ，OK，OK， 拜拜，好，拜拜。